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律师 Jenny Soy。在9月29号2020年，联邦法院已经暂时禁止移民局增缴这个申请费用。可是千万不要误会，这个所谓禁止令只是暂时的。如果您已经准备好要递交申请，我就建议您尽快递交吧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请随时与我们联系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